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公车茶餐史中寻啊。咁啊，听到咁有音乐感嘅题目咧，就知道咧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应该系同我哋耳朵享受咧有关系嘅。今日题目咧讲嘅咧就系同戏曲有关嘅。咁啊，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我啦、嘉齐啦、小毛之外咧。我坦白講，我哋三個搞唔掂呢個題目。唔好玩啦，戲曲你真係唔識啊！所以咧，我哋就請咗咧真正嘅行家同埋專家，咁啊，程美寶教授咧同我哋出分享。程教授你好，程教授，多謝你哋邀請。咁啊，喺誒講題目之前咧，不如我哋先請阿嘉齊講下，即係介紹下嘉賓先。好啊，好啊。啊，程美寶教授咧，而家就喺香港城市大學嘅中文及歷史學系咧裏邊去教書啦。咁咧，但係其實呢個學系咧成立都唔係好耐嘅，我就覺得佢哋好好彩嘅，因為程教授原來就唔喺香港，佢係嚟自咧係之前就喺廣州嘅中山大學裏邊咧就教學多年，咁係一個好資深嘅，即係對於嶺南文化嘅研究者啦。咁但係咧，你大家亦都唔好以為程教授係嚟自廣州，佢係香港人嚟，地地道道嘅。咁佢第一個學位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嘅新聞傳播系啦。咁咧其實呢樣嘢我之前都誤會咗好耐嘅，就認為佢係歷史系嘅師姐嚟嘅。咁原來係另一個系嘅師姐。咁但係你亦都係我師姐。咁因為咧佢係去咗牛津大學啦，到讀資從嘅科第位教授啦，係去從事嶺南文化嘅研究啦。咁其實我覺得我對阿程教授嘅認知咧，係喺我讀緊研究院嘅時候。咁嗰陣時咧，我就跟隨我老師朱紅林教授咧，去中山大學訪問。咁但係嗰陣時就聽到一個好特別嘅消息，就係一位嚟自牛津嘅學者咧，佢當時啱啱其實中國大陸嘅學術發展咧，喺當年仲係比較幼嫩啲。咁就係點解會有人放棄香港咁可能咁好嘅教席啊，或者係咁好嘅一啲條件，走到去廣州中山大學嘅咧？咁就係佢哋介紹阿程教授嘅時候咧，我眼中佢一個學術嘅英雄，因為佢當年係唔計較薪酬。報待遇是真的為了研究，即係最主要為了研究的緣故啦，就去中山大學嗰度咧，去即係去開荒咁樣啦嚇。咁係呢個對你的認知啦。咁但係即係最近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你突然之間會研究戲曲嘅咧？咁但係其實原來一啲都唔奇怪，因為程教授咧其實喺戲曲方面咧已經有好多年嘅經驗。係啦，咁啊，播即係以我所理解，珠江三角洲最好的人民學科大學咧，應該都是中山大學嘅，即係我覺得啦，我都認同。你不服你就意見啦，不過我就覺得是中山大學最強嘅，咁啊都強好多年嘅啦，其實。係啊。咁啊，所以程教授去都理解嘅，我都明白。如果有得揀，都可能冇乜選擇㗎啦。如果翻去就是中山大學，應該最好的選擇。咁同埋又知道而家又知道做戲曲研究相關嘅研究同埋興趣啦。咁喺嗰個即係粵語文化嘅核中心點裏邊去講咧，其實都好合理。咁啊，程教授，咁啊先要講咧，今日嘅題目就唔係嘉齊諗噶啦，難得就唔係。咁啊，公車茶餐史中尋，點解要定呢個題目咧？大家都知道啦，可能知道啦，即係我哋好多唱粵曲嘅人啊，做粵劇嘅人咧，如果係要有個譜嘅話咧，係用公車譜嘅，即係唔係用簡譜，唔係用五線譜嘅。咁呢種譜嘅好處咧，就係你噏嗰個嘅字咧，就已經係嗰個音噶啦嚇。所以公車咧，其實就係咪同埋 re 啦嚇。咁我哋好多時話要合曬河車咁樣。好啦，茶撐就係嗰個嘅鑼鼓個聲音啦。咁因為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個聲音啊、感官嘅歷史嘛。咁我就好故意咧去揀選呢四個字咧，象聲詞添，可以話係嚟到去表達我哋嗰個意思嘅。咁我話史中尋，大家同行啦，都係要睇歷史資料啦。咁平時去睇個演出就話聽啫。咁但係我哋睇資料嘅時候，點樣去揾到呢啲聲音呢？我就係想今日同大家一齊探討呢啲嘢啦。我覺得程教授最犀利係乜嘢呢？就係因為我哋都知道程教授係研究社會史嘅專家。但通常做社會史咧，有陣時候我哋可能係企咗喺個社會外邊去睇。咁譬如程教授佢本身嘅興趣係粵曲啦，我知道你讀大學嘅時候好似已經係學緊㗎啦，中文大學嘅時候。咁所以其實變咗佢係一個可能係興趣，但係最重要嘅係如果興趣融入我哋歷史學人嘅嗰個職志入邊咧去做研究嘅話，我哋點樣將個興趣可以發揮到一個好專業研究嘅水平咧？即係如果好簡單，我係中意音樂嘅。但係如果我唔將個音樂放喺一個學術嘅水平上面去研究同我哋嘅生命結合嘅話咧，其實好似對唔住自己個職志咁樣。但如果你要結合到嘅話，又唔能夠完全排除你對音樂嘅興趣。識唱粵曲
的研究者和不懂唱粵曲的研究者在同一個 issue 上面，我想個層次是很不同。但陳教授就做到這件事了。在這裡我有一個一直的想法，就是我自己是文學出身，讀文學的人。我做節目的時候或者平時很多時候都講歷史的，很感受到兩個範疇之間佢嘅特長，同一時間就係佢嘅局限。是就是你睇文學嘅時候，哦，同一個研究，佢喺呢方面做得好，但係可能有一啲，咦，理所當然會知道嘅資料咧，佢哋係唔知嘅。調翻轉歷史，同樣有呢個問題，就係，是，一睇嘅時候，咦，佢哋講樣嘢，但係咦，點解嗰樣嘢係嗰個人會中意啊？美感問題啊，或者有啲要思考問題嘅時候咧，佢諗唔到去嗰個人嘅內心嘅深處某啲嗰啲 issue。而我看你的研究裏面嗰時候，不得了，就是你通到兩樣嘢，而我覺得呢兩樣嘢之間係一嚟呢樣嘢就牽涉到你一個問題，就是我哋現代人文學者所謂嗰個跨學科的能力嗰個問題，就是你點樣可以在不同的領域之間找到你兩個工具要熟悉，你的資料要熟悉，但你兩樣嘢之間仲要通咧。其實呢樣嘢係現今很多而家我哋嘅學者一直以嚟都努力緊啦，同埋其實平時都會做，譬如。我見嘉齊夜晚平時同我哋分享多嘅咧，就係佢睇文學，即係佢根本就係一個文學讀者嘅假扮嘅歷史學家，其實真正嘅身份就係一個文學嘅啫。點解會咁咧？其實好明顯就見到我哋唔同嘅學人一直進嘗試去揾嘅時候，其實係揾緊一啲自己專長好熟啦。咦，其他其實係點睇點諗？咁呢一點上面咧，今日我哋想分享嘅部分咧，就係陳教授所謂佢嗰個令我覺得最正最精華嚟。其實我。妒忌啊，程教授啊，點解咁妒忌咧？即係除咗佢學養好好之外咧，最緊要係一樣咧，就係我哋而家做好多嘅研究，譬如我研究法制史多嘅，咁但係我研究法制史，我好難去做一個法制史嘅參與者。你冇留咗去犯個法，係咪？我犯個法都已經出嚟咗嗰個歷史嘅 context 㗎嘛。就算我真係殺人放火，我都唔會用明律嚟判㗎嘛。係啊，即係所以係即係首先係有一樣咁樣嘅一個 privilege 喺度。咁而咧，其實我哋而家喺歷史學嘅趨勢上邊，即係除咗講可能社會史嘅問題之外咧，我哋仲係講緊一啲係感官史，咁啊感官史就係我哋，但係譬如我自己音樂就唔通嘅，唔似阿小毛咁樣啦。小毛音樂、西洋音樂都通。咁唔係嘅，唔係嘅，唔係。即係我自己係淨係可以作為一個聽眾或者一個讀者咁嘅角度咧，咁嘅身份嚟到去即係睇嗰個感官嘅問題。咁但係你又可以即係從一個表演者啦，同埋係一個可能係參與呢個去製造呢啲音樂嘅呢個方向嚟到去講。咁呢個咁嘅方向呢個角度咧，對於你譬如去可能想理解嶺南嘅文化啦、粵曲嘅歷史啦，咁同埋可能係粵劇啊、粵曲同埋社會嘅互動咧，究竟有咩幫助咧？哇！你哋帶起咗好多話題，即係最廣闊嗰個就係人文學者應該做啲乜，點樣自處嚇？因為我哋好多時讀咗個學位，揾到份工，咁就定位自己係學者，學者好似就去揾資料寫篇論文出嚟。但我諗我哋同事咧都係好想浸沉喺我哋做緊嗰啲研究本身嗰度嘅，即係所以頭先你講嗰個矛盾就係話啊，我睇緊個文學作品。如果我哋純粹睇文學作品咧，我咪欣賞佢咯。但係咧個腦又話，我又要研究佢喎，有時都幾矛盾。咁正如我睇呢啲資料一樣啦，即係我哋喺啲圖書館、檔案館咧，時間好有限噶嘛。咁唔通你睇住嗰首曲，仲不如唱埋先走啦？咁唔得噶嘛。咁我咪嗱嗱聲影印咗啦。咁我先可以翻嚟，即係再去去研究佢咁樣。咁但係我頭先講，又或者大家都想我哋今日討論到嘅，係嗰個感官嘅概念啊嘛。就係我一睇。有啲資料我喺上海檔案館睇嘅，或者喺上海圖書館睇嘅。我一睇，咦，哇！呢啲係我哋廣東嘅音嚟嘅喎。咁我心裏邊已經哼咗嗰樣嘢出嚟，我就去即刻諗緊當時所謂同樂會或者同樂會嘅情景會係點咧？呢度可能玩緊江南絲竹，嗰度玩緊廣東音樂，後邊仲有人拉緊個小提琴玩緊其他嘢。與此同時，可能仲係有其他嘅遊戲啊、體育節目啊咁樣。咁嗰個情景就出咗嚟嚇，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我哋做人文學者應該追求嘅嘢，我哋同社會科學其實係有啲唔同。喂，係喎，嗰時啲隔音嗰啲冇咁好，真係百家爭鳴喎。係啊，係啊，同埋佢故意咁安排㗎。全部手足都帶咗張相嚟，即係睇下嗰啲，即係你當時一啲即係樂師嘅情況係嘛？係。我睇下有冇係咪有相睇？係啊，有相睇係咪？係啊，係啊。
嗱，呢個就唔係當時啦，呢個係當代啦嚇。咁頭先你哋講到話我都有唱粵曲啊咁啊，我唔敢講係行家啦，真係係一個學習者啫。咁但係我哋會唱司火局嘅。咁司火局裏邊咧有一班樂師嘅，當時我喺中山大學嘅時候咧，我哋自己有樂社啊。咁咧就有啲全部都係即係 volunteer 嘅啫，啲樂師。咁呢一位咧，其實佢係一個郵局嘅退休人士嚟嘅，但係佢就玩咗音樂好多年。他就不是玩最主要的那件樂器，他是玩主要玩這個夏威夷吉他。咁呢後來我就請個同學去跟他做一些訪談。我最感受深的是他很喜歡那件樂器。他一拿出來的時候簡直好像他的仔女一樣。這個感覺不是只是他是這樣的。我凡是見到這些好像平凡到不得了的，你在日常的街道你覺得他是一個普通的人。當他一坐在那個司火局裏面玩那件樂器，以及他在那個盒裏面好什麼拿出來呢，我感受到他那種的愉悅感，這個是我另外一種歷史的追尋。人即是生活在這裡是需要有愉悅感的，那我們怎樣去理解這些人呢？這樣好正，好正，好正！頭先阿陳教授提咗一點，就係嗰位樂師玩嘅係夏威夷吉他，即係我都諗到就係粵曲咧喺佢個發展入邊，特別到當代西洋樂器喺個配樂上邊都開始扮演一啲重要嘅角色，佢都某程度上好似反映緊嶺南文化啲特點喎。冇錯，冇錯，係嗰個係個 slide guitar 咧，嚇，即係佢唔係依種係咁樣平放嗰種咁樣。咁嗱，即係我自己都未考究得好深嚇。佢係有個即係發揮到一啲嘅節奏嘅作用啦，同埋佢嘅聲音咧。如果你問翻佢哋依班樂師咧，佢有啲形容詞嘅，例如佢話佢好嬌啊，嬌，好嬌，我好中意呢個形容詞。即係我哋有時研究就係明白當事人點樣去形容呢啲嘢，去諗咁樣。即係女性化啲啊，嗰個音樂感。係啦，好嬌啊，頂即係嗰種聲，佢呢個形容唔簡單，係一個好中式嘅形容，去形容一件可能未必太中式嘅樂器。係啦，冇錯啦。我聽正話你陳教授咁講嘅時候，佢講咗一樣對我嚟講喺今年諗得最多嘅其中一件事，就係咩咧？就係話我哋話研究一件事有分兩種嘅，一種係學者，一種係狂熱者。學者就係做完一個研究就停，但係狂熱者咧就係不停咁樣去追尋。而程美寶教授咧，能夠將兩班人拉埋一齊，然後同一時間係兩班人一齊去做研究，其實好過癮。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令我講起今日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就諗起兩樣嘢，一個咧就係樂毅、禮樂、射御、書術；另外一個咧就係民國啲嘅，就係五育啊，即係呢個德智體群美。咁就係咩咧？就係話我哋學習一個東西或者做人嘅時候咧，其實唔係淨係一個方向嘅，即係我哋追求嘅一個人嘅教育咧，係一個好多面向、好多方向嘅教育嚟嘅。咁就最直接喺香港嘅語境就係唔係淨係揾錢啊揾份工就得啦，咁你好多人嘅完善要好多嘅面貌先至去完成嘅。咁啊點解講呢個話題？一陣間你就好理解嘅。咁但係咧先咧就可能要問一問阿嘉齊，咁就係話講到呢個話題嘅延伸之前咧，其實帶到今日話題裏邊有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即係同鄉會都有啲關係。喂，嗱，其實我有個問題喎，即係喺度聽阿陳教授喺度介紹佢嘅研究啦。我有兩個比較覺得可以有意思嘅點啦，就想即係有啲追問或者有請教。咁第一個追問就係、是，即係嗰啲關啲咩事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咧，好多嗰啲音樂嘅佢哋嘅表演啦，或者練習咧，係喺一個好吵鬧嘅，或者係一個好熱鬧嘅環境。那個環境裏邊係有各樣嘢。一齊喺度進行緊，有啲人可能喺度，即係有啲唱歌，有啲人可能玩樂器，有啲人可能係做一啲身體動作啊多啲嘅嘢。咁呢個場所係通常會係點樣咧？喺我哋印象裏邊，呢種場所最多嘅就係所謂同鄉會嚇，或者係一啲比較半公共嘅空間。嗰啲半公共空間就係有啲可能係同業嘅，或者係一群有同樣志趣嘅人咧，佢哋喺一個私人嘅地方。咁去組成嘅一個咁嘅機構，咁呢個即係可能就係同我哋講個同鄉會話題好有關係，因為其實一個同鄉會之所以佢哋可以同鄉之間或者同業工會之間佢哋可以聯繫起上嚟，除咗佢哋有共同嘅一啲背景啊，共同嘅一啲生活之外，應該都有共同嘅興趣啊嘛，或者培養一啲共同嘅興趣，以至到佢哋可以即係成為咗一個即係一個力量啦，或者係可能係可以因為
為佢哋咁樣嘅一個共同興趣有更強嘅內聚力？咁呢個我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咩咧？就係點解你研究粵劇嘅資料、研究粵劇嘅話題係會去到上海嘅咧？咁嗱，因為你我其實我隱隱然係覺得我哋應該係同上海嘅粵劇發展有關。上海嗰個粵劇啊，你係啊，即係唔係粵劇，即係廣東文化一樣嘢，去到上海，即係去，所以你就資料就要喺上海揾咯。咁所以點解我哋唔喺廣東裏邊可能係即係粵劇嘅發展係比較最即係查案應該查咗去上海，即係香港廣州雖然殺人事件，佢查咗上海，佢反去咗上海。嗱呢樣嘢，所以我頭先個問題就係同阿卓然嗰個話題有關啊，就係會唔會同廣東人啊？去到上海，而佢哋應該都有一啲同鄉嘅組織，係我喺嗰度發揮到一啲功能出嚟，以至到你要去嗰度睇佢啲資料。嗱，即係嗰個同鄉會嗰個話題開始係好啱嘅，即係亦都唔止係上海嘅，即係由18、19世紀以嚟啦，即係話有中國人去到嘅地方咧，佢就以佢嗰個同鄉為基礎咧，就係去即係建立一啲組織咁樣。咁南洋啊、北美啊、上海啊、天津啊、北京啊等等都有咧，即係有會館啦，之前叫做係嘛，去到即係近代先叫同鄉會啫。咁好重要一樣嘢，佢有資源，有啲錢，佢會可能租咗啲地方，買咗啲物業。咁你呢啲活動要地方嘅。所以咧，即係頭先我哋講緊玩嘅人，可能咩階層都有。最有錢嘅人喺屋企玩都得啦。但係即係話其他階層嘅人咧，有個地方俾佢，有人幫佢買咗樂器，有錢，有啲少少嘅資源係好緊要。所以今日咧，呢啲仲係活生生嘅，即係你喺加拿大啲好細嘅埠咧，都有一啲嘅即係同鄉會去支持住呢啲活動嘅。嚇，咁點解上海咁樣？咁其實即係。上海，我寫上海嗰篇文章之前咧，我都冇諗過我要做粵劇粵曲研究嘅，係因為我自己咧就即係畢業論文咧係寫一個所謂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嘅呢個咁樣嘅課題啦。咁後嚟我就即係出咗一本即係中文嘅書嘅。咁做咗呢個之後咧，我諗大家一樣啊，即係畢咗業之後，梗係要再睇下資料啊，揾下其他嘢啊咁。咁我自己俾自己嘅一個嘅使命咧，就係去到邊度？我都睇下嗰度有啲乜嘢同廣東廣州有關嘅資料嚇。我去到美國又係咁，喺英國又係咁，去到上海又係咁。咁喺上海咧，我哋睇其他人嘅研究咧，我哋知道咧廣兆公所係好緊要嘅。咁佢廣兆公所咧，所謂廣兆咧，即係廣州府同埋肇慶府啊一齊組織嘅一個更加大嘅公所。佢唔係話淨係某個鄉咁樣或者某個縣咁樣。咁意思即係話以講廣府話或者廣州話為主嘅嗰幫人嚇，咁佢哋咧有州部嘅嚇。咁我當時就去咗上海圖書館咧，去即係都係睇嗰啲粟米膠卷啦，就睇呢個州部。咁嗱，你前面嗰啲都係正經經嗰啲嘅事嚟嘅喎，即係本所事務啊，甚至係啲政治嘅事件啊咁。但係每翻到去最後嗰幾頁咧，就會有啲粵曲喺度。嗱，所以我哋睇資料而家好興搜索啊，咁係好弊嘅。我哋睇嘢要由第一頁睇到最尾頁，同意，咁你先知道佢哋喺度同時做緊乜嘅，冇錯，嚇佢唔係淨係做政治噶嘛，係嘛，佢仲玩埋粵曲噶嘛。好啦，咁睇到廣兆州報就見到，例如某首曲寄曲嗰個人，或者廣兆州報成日出現有啲人名，我再睇呢一個徵舞會嘅嘢嘅時候咧，就發覺又係嗰啲人喎，嚇，咁所以咧我就開始又去上海檔案館啦，好多即係就去睇徵舞會嘅資料。咁一睇嘅時候，發覺同我哋一般所理解嘅徵舞門啊，徵舞會好似有啲差別。即係冇層質啫嘛，霍元甲咁樣，一定係打功夫係嘛？但係霍元甲即係徵舞會建立嘅時候咧，霍元甲已經係過身㗎啦。過身係。係啦，咁所以我就見到咧，例如有本叫做咁樣㗎徵舞會，係啊，呢個似歌舞團喎。唔好咁講啦，人哋其實咧頭先你講話咩唔同嘅年代人有唔同嘅綠藝啊咩追求嘛。我哋覺得20世紀咧有個現代化咗嘅，即係嘅模樣嘅。你見到咧，佢哋喺度健身啦，嚇著住件獸皮啦。但係佢唔止咁喎，你見到中央雜誌個封面咧，嗰個人揸住個鋤頭啦，有支筆啦，有個琴啦，係嘛？所以佢咧又想係文人，又想係男子漢，係咪？又想係識得玩樂器嘅人。All rounded嘅，而且仲要關注呢、這個可能係農，即係農工階層喎，係嘛？
咁我覺得呢個係二十世紀初咧一度咧男子追求嘅自我形象。嗯，可能你哋唔覺得係咁啦，而家已經都係咁，係咁嘅追求啊，但係擺出少林寺十八同人嘅狀況。唔係你哋三位係咪咁追求先？整幅咁嘅相就幾正啊，真係。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會長期喺一個即係傳統嘅教育入邊咧，會覺得咧讀書識字好緊要，好緊要，但係會可能相對忽視咗一啲嗜好嘅培養。譬如頭先阿卓然一開始佢講綠藝，阿程教授提到精武體育會咁樣，雖然我哋追求男子氣概，講緊強國強種嘅民國時代，我哋都仍然係要關注男仔仍然有一啲嘅嗜好咧，係可能偏向係比較文靜，譬如好似玩音樂咁樣，當然玩音樂好狂嘢啦。咁但係頭先聽到大家講就係、是，譬如話我哋關注喺個社會嘅某個 aspect 啊，音樂嘅表演其實係可以唔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嚟嘅。譬如舉個例，我睇一啲資料啫，扯遠少講西洋，可能西方嘅音樂嘅歷史。我哋睇1960年代嘅時候 ，Rolling Stone 去呢、這、一個德國。去西德做呢一個演唱會，跟住東德咧係好驚 rock and roll 嘅音樂，柏林啊，會擁冧佢嘅政權，直頭係拉嗰啲人係唔俾佢哋去聽。又或者有一個講法好得人驚啊，即係台灣有啲學者研究就係話，1987年 David Bowie 喺西柏林開演唱會，佢係唱冧咗柏林圍牆啊嘛，即係造成德國咁樣。即係雖然呢個講法又好誇張，但係音樂背後嗰個精神係可以好犀利。譬如好似程教授嘅研究，我哋會見到廣東嘅音樂粵曲粵劇，佢點樣可以串連唔同嘅 communities？ 大家都係廣東人，你喺北美喺美加，喺定喺南洋檳城或者馬來西亞，佢哋係相通㗎，個文化可以令佢哋貫穿住。係啊，即係我正話阿小毛講咗一點就係、是，即係嗰個文化嘅第一個文化力量啦，但係第二就係嗰個文化傳播嘅中介係嘛，就係、是、而樂曲咧就係好重要嘅東西，就係、是。我咩叫做西方文化？我點知啫？咩叫做自由民主？我點知啊？但我知道咩叫 David Bowie 啊嘛。我知 Rock and Roll 係乜嘢？我知咩叫 Rock and Roll？ 即係好多時我哋進入到音樂嗰個話題嘅時候，就係佢代表住唔同地方嘅文化。就咩叫廣東文化啫？啊嗱，呢啲就係啦。粵曲好反應到啦。係啊，嗰啲就係啦。咁嗱，咁我哋翻返去依一個話題嘅時候，咁譬如你睇當時嘅好多嘅刊物，無論係港小公所嘅刊物啦，或者精武體育會嘅相關刊物嘅時候，有冇啲咩發現或者冇咩得意嘅嘢同即係？可以講一下好多嘢嘅，即係首先佢哋唔係簡單話攞起件樂器就玩嗰啲人，佢哋係追求緊咩叫國樂？國樂係嘛？因為即係國用個國字開頭嘅嘢，其實喺二十世紀係好多嘢嘅，國語啊乜乜咁樣。咁於是佢哋又寫文章又成啦，跟住咧佢哋又想訓練啲細路仔識得玩。點樣跳舞啊？跳舞我哋今日好平常，當時係要由頭嚟過嘅喎，好多嘢。咁啊，整啲咩滑稽舞曲啊，等啲細路仔可以帶曬著曬衫咁喺度即係玩啊咁。咁但係用咩音樂嚟伴奏呢個舞曲咧？佢就又揾一個咧傳統嘅即係音樂叫做柳搖金喎。又填埋詞喎，呢班小朋友嚟，係啊，呢班小朋友嚟嘅，或者係係啦，佢哋有小朋友，有年青人嚇，有啲壯年人。咁佢哋要考慮好多嘢，同我哋今日好唔同嘅。咁呢個咁樣嘅柳搖金嘅填咗詞咧，如果你識唱嘅話，你發覺咧係唔啱呢個音韻嘅。我哋語能曲係要啱音韻嘅。係嗰陣時佢哋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唔知點解，唔覺得緊要嘅嚇。咁我一睇嘅時候，得意喎！原來我今日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嘢，當年唔係咁嘅喎，咁咯。嗰啲唔啱音韻，我諗起喺二十世紀初嗰啲基督教啲聖詩啊。到今日都係，我哋細個都係噶，係啊，細個小學嗰個音樂書唔啱你春田花花幼稚園就專唱呢啲。係啊，係啊。但嗰個嶺南嘅音樂咧，同嗰個我哋可能講南方嘅 identity， 嗰個建構嘅問題咧，喺嗰個譬如好廣泛嘅一個地域上面咧，嗰個音樂扮演嘅角色係咪真係好重要？極端。我覺得曾經係好重要的，即係而家你睇下，你聽下你啲環境音啊，即係例如我中秋節、新年啲商場係播緊咩音樂咧？係嗰啲其實你都耳熟能詳嘅，咁呢一批嘅廣東音樂其實就係頭先講緊精武會嗰個年代，二十年代以嚟咧，即係就係、是、有好多係嗰陣時開始創作嘅，有啲當然係更加舊啦。咁但係舊嘅時候，佢亦都玩翻某種所謂廣東味。其實我哋係潛移默化有咗呢一種嘅聲景嘅，不過咧就慢慢淡忘咗啦。咁另外就係呢個粵語流行曲，其實如果比較古典啲嘅話咧，都係同呢個傳統係有關係嘅。
西曲係咪都曾經扮演一啲重要嘅角色？譬如好似粵劇入邊有啲小曲咧，其實都係由西方音樂改編過嚟㗎，係㗎，係㗎，冇錯啊！呢個都好反映到嗰種譬如一啲租界啊、華洋雜處啊、西方嘅文化嘅精髓點樣影響到我哋中國傳統文化。甚至係租界以前咧，即係晚清嘅時候，其實已經有㗎啦，咁呢個都好睇到個歷史咯，即係從個音樂嘅角度，同埋你都見到即係佢一個可能就係廣東人，可能喺上海嘅時候，即係佢文化強勢，佢都冇必要好揾話邊啲係我哋，邊啲係佢哋，咁我哋咪邊啲正咁啊攞嚟去使用啦，咁樣去玩啦。咁你都喺正話個講法裏邊，你都見到即係嗰種傳人教育嘅一個咁樣嘅想法。我哋知道無論音樂又好啦，跳舞又好啦，如果你想通了咧，其實努力咧係好重要。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正話點解要講到我哋話，就算跳舞啊、唱歌都係要努力咧？其實佢哋背後咧就係一啲技能嚟嘅，而啲技能要去鑽研嘅話咧，其實你同身體有關或者同即係技術有關嘅技能咧，你冇辦法一啲年份或者一啲時間咧，你冇辦法去好好把握嘅。咁你要持續地學習嘅時候咧，學嗰樣要資源啦，同埋你提供嗰個場地同埋嗰個地方咧，一定要穩定。如果唔係你學幾個月，個場地都唔見埋。咁你好難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咁所以背後呢一類型嘅音樂啊、體育能夠興起咧，就同當時嘅整體社會環境咧傾向於比較穩定咧係有啲關係。其實我哋話到民國嘅時候，好多人都係考慮緊強國強種啊呢啲咁嘅話題。咁但係強國強種之所以可以做得到，都有好多條件可以成立到先得㗎。咁譬如係你如果國家唔穩定，經濟係好困難嘅，咁你係做唔到啲咁嘅嘢。咁所以即係精武會咧，佢哋要去強調即係呢啲咁嘅體育啊同埋藝術咧，其實都係反映緊嗰個時代唔係咁救亡啊，或者唔係咁 desperate。即係要去到一個，即係同我哋平時理解嘅二十年代啊，個壓制就冧啦、滅亡啦嗰種，即係替類交靈嘅想像有啲唔同。即係佢哋係喺做緊一樣好可能我哋覺得好 leisure 嘅嘢，但係咧就亦都係背後有啲好功利嘅原因，就係要為到國家嘅強大。咁呢個都係當時嗰啲思維啦。咁啊，所以風花雪月咧都係要講愛國愛民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好有兩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嘅。即係睇我哋成個，譬如睇上海嗰啲廣東人，佢哋點樣去即係去搞音樂，或者對音樂有投入。咁第一樣嘢，我覺得神奇嘅就係、其實音樂喺傳統中國咧係優槍佢哋嘅，即係啲叫做妓女嘅階層，或者係槍户咧，佢哋先會去搞噶嘛。咁所以即係傳統嘅文人，佢哋會覺得搞音樂或者係唱戲曲，未必是一樣好典雅嘅嘢，未必好即係當然有啲譬如昆曲嗰啲都係可以好高雅。咁但係咁未必係一樣好高雅嘅嘢。咁所以即係你要去到轉研音樂，專心去練習音樂，係有一個要跨過一啲心理嘅障礙先得。咁而當時譬如精武會，佢哋即係作為民國嘅男性嘅精英，佢哋會去全心去投入音樂嘅訓練啦，咁亦都可能係有啲賣弄身體嘅咁雖然佢哋都係賣弄強壯，咁但係呢樣嘢係即係有啲對傳統文化嘅一啲即係 overcome 咗佢嘅。咁嗱，呢個第一個我覺得好神奇嘅地方。第二樣嘢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個問題啊，就係成日喺度諗緊人離鄉戰，物離鄉貴。咁我哋究竟粵曲作為一種廣東嘅文化，咁佢又係唔係？物離鄉貴，佢係一個物啊，定係人咧？即係離開鄉下之後，係咪喺外地先至發揚光大？抑或係即係喺廣東已經好噶啦？咁呢樣嘢我都想請教一下陳教授。好，第一個問題先咧，就即係俾大家睇咗張圖咧，見到啲男士們重新自我定位咧，佢哋就解決咗嗰個問題。我相信就即係因為我做嘅研究都上溯到去成即係同治或者更加早嘅道光年間啦咁樣。咁嗰陣時的確即係如果係話用粵語唱嘅曲咧有嘅，但係咧嗰啲文人咧就唔係好夠膽出曬面去支持佢。佢哋其實好中意嚇，咁嗰個另外一個話題以後可以再講啦。咁但係去到二十世紀嘅時候咧，我相信嗰班人咧都通過就係話，西洋音樂都可以有一個民族化、國家化的過程喎。我哋都玩呢套啦，係嘛？即係所以呢樣唔係地方嘢嚟㗎，呢個國樂嚟㗎咁。咁佢又喺個理念上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嚇！咁然之後將自己個形象變得咁強壯咧，我又唔係個文弱書生喎。
咁樣又解決曬，即係所以嗰陣時我諗其實佢哋幾自足下嘅嚇。咁跟住落嚟就係話呢個粵劇粵曲啊，嗰個喺上海啊，所謂即係物離鄉貴嗰個問題嚇。咁我諗咧呢樣嘢咧就係我哋點樣去睇一個所謂跨地域嗰個歷史，去睇一個所謂好似好地方嘅嘢嘅一個方法啦。從來唔可以淨係睇一點嘅。嗱，我雖然開始係睇到上海嘅資料，但我哋當然知道省港澳啊，係嘛，同埋南洋啊、北美啊，有好多點咧同時發生緊呢啲事，同埋係互相影響。仲有最緊要就係戲班係周圍走嘅，邊度有得揾食就去邊度，邊度賺得錢多就去邊度啊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呢個課題就變咗唔單止係一個音樂史嘅問題，而係我哋呢啲唔同階層嘅人。他哋點樣喺唔同嘅埠頭咧？我諗更加喜歡用嘅係埠嘅呢個咁嘅概念咧，走動嘅一個問題。我父親祖父都係澳門人啊。咁我細個嘅聽，譬如聽佢講啊，六七十年代澳門其實相當之靜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唔係今時今日嗰種繁華經濟嘅一個形態，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好靜嘅，所謂本地人生活嘅一個社區。咁咁嘅社區咧，同我心理解嘅即係所謂。戲棚啊，嗰類嘅好活躍嘅活動咧，就未必連得上邊嘅，即係我嘅諗法。但係好似鄭永波教授係咪都有睇到澳門其實都有一啲咁樣嘅 BBV 嘅活動喺度出現到？有嘅，呢個亦都同澳門嗰個大歷史好有關係咧。即係佢曾幾何時係同廣州拍住一齊上，作為一個全球嗰、那個即係中國經東方經濟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咁到十九世紀即係先至變化嘅啫。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啲早期資料，佢係有戲班就去到澳門演出嘅。但澳門長期冇自己戲班嘅，必須咁講。澳門最繁盛即係粵劇粵曲活動嘅時候咧，係呢一個當廣州、香港、上海相繼淪陷之後，因為葡萄牙係中立國，佢變咗最繁榮安定，所有戲班都湧曬嗰度，日日報紙都有資料嚇，都有廣告嚇。咁呢個時候咧，就即係我哋講係非常之K 型嘅，可以話係嚇，因為呢個咁樣嘅繁榮，所以突然間佢有咁多咁樣嚇。我哋其實可以睇翻啲好似呢一幅咁樣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姓龍氏嘅家庭咧，佢哋本來係順德人嚟嘅，但係當然咧，佢周圍都有佢哋嘅啲房產啊咁樣。咁佢哋喺抗戰期間就喺澳門啦。咁仲中意粵劇到咧，自己成立一家人嘅劇團，佢哋人口眾多嘛，自己可以做個劇團嘅。犀利，一家人做劇團啦。係啊係啊，咁然之後甚至喺後屘喺香港演出過添。去《Sound of Music》咁樣。係啊。咁頭先咧，你講到咧，你話你印象中七八十年代澳門係好靜，咁係嘅，的確係嘅。咁但係可能喺好靜嘅格局裏邊咧，都有一啲嘅佢資源唔係咁多嘅人，佢中意粵劇，咁自己組成一啲劇團喎。例如現在圖片上的、那個麗俊粵劇社就是這樣，我們很感動的，就是跟他們做訪談的時候，他們資源不多，戲服都是自己做的、啊、也都沒有什麼，即是現在很多什麼基金申請，那時候沒有的、啊、那所以兩個例子見到了、澳門這個地方呢 是大家不想不會給個 priority 他的、yeah. 我找到食我多數都是廣州香港最好、啊、上海也好，澳門是最不想去的地方的、逼不得已去到抗戰期間就繁榮起來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相對整個地方靜下來，我們又看到靜的格局裡面有人去追尋自己的、那個、同埋不同世代的人都有參與，沒錯，或者繼續去做這件事，明顯即是他本身有個生命力，或者本身就是即係正嘢啦，大家仲想玩，所以人才會咁嘅。OK， 好啊，咁我又連接，不如一直都繼續再問啦。正話你都講到，即係譬如海外都有好多粵，即係粵，即係廣東幫啦，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做一啲流動嘅劇團啦，或者佢會去即係其他嘅埠啦去做。咁譬如美加咁都有，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見到好有趣嘅另外一個現象就是如果我哋探討劇場劇院嘅歷史咧，原來早期正經經起間劇院去院演呢一個中國戲曲咧，三藩市似乎係更加早喎。不是廣州喎，唔係香港喎，嚇！即係三藩市仲早過，仲早過廣州喎，嚇！因為佢起嗰個戲院咧，首先完全就係一個西方戲院嗰種咁嘅建築喎，嚇！咁但係去翻啦，邊個俾錢啊？商人咯，嚇！即係我哋唔好成日講嗰種勞工血淚史先得㗎，嚇！我哋都要講翻一大量嘅商人喺呢個北美一開發咗之後，哇！
佢都發跡啦，發跡啦，因為冇金山阿伯啦。Six companies 啦，即係嗰個所謂，亦都係同鄉組織嚟嘅。咁佢哋咧，亦都要去咧 entertain 佢哋啲勞工嘅。咁所以咧，佢哋其實成日都招攬啲戲班過去。咁最初呢啲戲班咧，自己帶埋竹去搭棚啊咁嘅，因為你啲西洋劇院都唔啱佢演啦。後嚟發覺，嗰啲人有錢得緊要啊，啲商人真係自己起間。咁就起咗喺咧今日即係如果你去過三藩市嘅話咧。等於都係唐人街嗰邊嘅一啲地方嗰度嘅嚇。即係簡單講就係之前，譬如我哋好多港劇場或者粵劇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講搭棚，譬如神功戲啊、打照啊，咁就整個棚臨時咁就演一兩個禮拜啊咁上下，咪就拆咗佢就走嘅。咁所以你正話都有講到話帶埋啲竹。係啊，真係搭船過美加。當然啦，當然啦。又去到要專登搭翻個棚出嚟，真係不得了，即係。呢個真係神乎其技啊！好原汁原味啊！係啦，件事到後來發覺唔再做呢件事，起個固定嘅戲院，就係喺三藩市，冇錯，不得了喎！係啊，技術上咧會唔會有啲difference 喺度咧？因為程教授唱戲噶嘛，咁啊，譬如話真係一個可能係密封嘅一個劇院嘅空間，同一個好空曠嘅竹棚嗰度，同粵曲嘅唱做上邊喺個技術上係咪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差異？會有嘅，而家大家都唔係話研究得好仔細，但係例如咧，即係嗰個樂隊喺邊度啊？嗰個我哋叫做棚面喺邊度？咁以前其實擺正喺中間嘅，就唔係擺喺側邊嘅。咁跟住仲有就係，我覺得幾有趣一個資料咧，就係喺三藩市嗰個劇院演完之後咧，嗰班人似乎識得謝幕啊。咁呢樣嘢以前冇嘅，其實就係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一啲西洋劇院嘅一啲嘅形式咧，可能會影響咗佢哋嘅演出嘅。乜程教授其實點出咗一點咧？喺我哋講感官史上邊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個技術嘅因素。係啊。咁我哋譬如我自己啦，聽唔係好慣聽粵曲嘅喺以前，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嗰啲聲音好尖，嗰啲指喉我唔係好頂得順，嗰啲篤篤撐撐咧好大聲嘅，好響亮。咁但係即係曾經真係一個咁樣嘅感覺。咁但係即係程教授就講到，其實真係一個固定嘅劇院嚟到去即係俾粵劇去表演咧，係一個好慢緊嘅事。咁所以喺之前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同嗰個粵劇佢表演嘅場所？因為我成日都係問點解我哋要搭個棚，唔起間固定嘅一個戲台嚟到去等嗰啲粵劇可以去表演咧？咁喺一個固定嘅地方，譬如可能聲音比較可以困住嘅地方，就唔需要有咁強嘅。咁高嘅音調，咁可能我哋聽出嚟會近啲西洋音樂嗰種耳順。但你要記得你以前嘅戲曲唔係演俾你睇喎，係演俾個神睇喎，係咁要嘈下就得噶咯喎。咁隔離又喺度賭錢啊，嗰度又有天光玩啊咁，所以咧即係佢唔覺得有呢個音響嘅需要嘅嚇，而即係咁樣搭棚演出咧，應該係一種最靈活、最經濟嘅方法。係啊，即係話聽到。即係程教授咁講咧，都係可以講到一個好重要。其實佢都點埋出嚟，就係咩咧？我哋本身講戲曲戲劇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我感覺咧，都係跟廟走嘅，即係廟啦、朝會啦，同埋即係簡單講就係同宗教嘅活動有關嘅即係演戲。但係你會見到商人參與，有個人興趣，有同鄉會組織之後咧，一堆嘅力量咧就開始慢慢有啲變化同埋轉移。變咗成為咗一個庶民嘅大眾嘅升級嘅一個娛樂，而因為佢定咗一個固定嘅娛樂之後咧，嗰個劇場必要就會有固定嘅需求同埋可以產生。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講咗好多粵劇粵曲生成嘅問題啦，同地域流播嘅問題啦，同鄉會之間嘅連結啦，以至即係資金啊、技術來源嘅問題。咁呢啲問題咧都講咗好多，講到當時嘅粵劇嘅整體嘅發展嘅情況。咁但係裏邊都仲有啲嘅內部嘅問題咧係未處理，就係我哋聽什麼、怎樣聽嗰個問題。家陣。其實即係我哋講粵劇嘅話題，作為一個音樂史、感官史、文化史嘅方法嚟到去睇啦。咁有一樣嘢我哋都要去留意，即係佢係一個歷史嘅話題啦，都一個歷史發展嘅脈絡。咁就係究竟嗰啲頭先阿程教授都講啦，可能好多嗰啲神功戲咧，唔係做俾我睇嘅，所以唔係我要聽得舒服，而係啲神聽得舒服。
嚇，咁呢個神咧舒服究竟係咩回事？我哋點樣理解？即係嗰啲唔同嘅神奇，佢哋點樣去喺呢個場合係被娛樂嘅？咁嗱，我對呢個中國戲曲咧最先嘅理解，除咗程教授嘅研究之外咧，仲有一位即係日本嘅朋友嚇，咁啊東京一橋大學嘅佐藤仁史先生，咁佢即係做一啲人類學嘅田野考察，但係佢就唔係研究廣東地區，佢研究咧江蘇啊，特主係蘇州附近一帶咧，即係嗰啲戲曲嘅問題。咁佢就即係做咗一啲研究咧，就係講有種藝人咧，就叫宣卷藝人，就宣揚嗰啲寶卷。嗰啲寶卷主要同佛教嗰啲唔同嘅話題有關啦。咁就係向普通民間嘅百姓咧，去講一啲宗教嘅內容。咁而嗰啲宗教嘅內容咧，佢做啲統計嘅，就係喺即係大概1949年到改革開放之間啦。咁嗰啲宣卷藝人咧，佢哋係喺咩場合去唱佢哋嗰啲地方嘅戲曲嘅？咁就咩為主？最主要都係御神。咁啊，但係真係娛樂大概係佔佢哋1/10嘅表演時間。咁嗱，即係有呢個咁嘅理解咧，我因為廣東地方我就即係真係唔係好認識，可能真要請教多啲啊，程教授。就係即係嗰個戲曲嗰個受眾，或者係佢嗰個宣即係佢裏邊嘅內容咧，有冇一個歷史嘅變化？即係好似即係喺蘇州啊嗰啲地方有一個即係可能係有餘神嘅，可能逐漸。越嚟越多，但亦都唔係全部都係去預人，即係預神到預人嘅過程。係，嗱，都唔係咁線性嘅，即係啲嘢同時發生緊啦嚇。即係你話預神嚟講咧，同埋咧，即係戲曲嘅人咧，戲班嘅人咧，其實好聰明嘅。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喺即係10年8年前啦，可能喺廣州附近嘅一個村咧，咁就睇一個戲班做，咁佢哋個劇本身咧。就嗰個女嘅，即係個花旦就做個觀音啦嚇，咁然之後個僧就做個乞衣咁啊拜個觀音，拜下咧就話要即係向善長人翁去收錢咯喎，咁下邊嗰班觀眾啲阿婆啊，真係俾錢俾個觀音喎，幾蚊人民幣嘅啫，但係好踴躍，差唔多俾咗半個鐘頭，佢唱幾耐就俾幾耐，所以呢個所謂嗱佢對住個廟嘅喎，因為佢俾個神體嘛，咁下邊有班觀眾啊嘛。照計你話人啦嚇，但係唔係佢融合埋一體，咁嗰個場面咧其實好得意嘅。咁因此我覺得我哋凡係講好多嘢咧，就好難分得好清楚。冇錯，佢係餘神，但係人又喺度，人又 involve 咗喺成個過程度裏邊。係啊，即係我譬如我所理解，譬如有啲嘅，譬如神功戲嗰啲咧，都有啲嘅演出咧，即係真係冇觀眾嘅。就真係演一次，即夜晚通宵咁樣演一次俾神睇，即係有一種咁嘅模式。咁但係咧，即係我所理解都係儀式性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佢知道係一個儀式，咁去做一晚佢。咁但係同一時間咧，程教授都講咗一樣嘢，就係都真係俾你睇嘅，講到聲稱係餘神嘅節目，咁其實都有觀眾噶嘛，都有資金來源者噶嘛。咁所以呢度嘅話題亦都入翻去世俗嘅討論嘅話題。咁所以咧，我諗兩樣嘢就係並行，同一時間要處理嘅。咁但係你都見到就係咁或者我調翻轉咁問啦。咁我哋普通人嘅趣味進幾點樣進入到或者大眾嘅趣味點樣進入到去粵劇嘅欣賞，甚至乎？即係我哋中意啲咩同粵劇之間嘅關係喺邊度？究竟係定係粵劇本身有個運作模式，定係觀眾其實都有嗰個力量喺裏邊？係有啊，尤其是頭先講個劇院啊嘛，係你喺嗰、那個即係遇神嘅情景，我唔使俾錢買飛喎。但係你有劇院嘅時候，我要俾錢買飛，我對你就有要求咯喎。咁呢個要求我未見到一個美學嘅轉變啦，即係可能當初最初嘅時候都係聽開佢聽開嘅嘢，聽下可能厭咯喎，同埋咧新嘅娛樂又出現咯喎，即係我哋講民國時期嘅時候係嘛，又有時代曲啦，又有呢一個唱片啦，又有廣播啦，咁你仲有電影啦，咁你粵劇或者其他戲曲都要同呢樣嘢競爭，咁你競爭過程中你見到咧，佢又吸納下人哋其他元素嚟到去改變緊自己咯。我哋見到一個係娛樂功能嘅即係粵劇嘅發展，同埋個娛樂功能開始係有市場嘅主導嘅元素喺當中。係㗎，有㗎，係。但我都要講就係，譬如我所理解，譬如正話講到二戰嘅時候嘅階段啊，或者40-50年代，以我所理解嘅唱粵劇嘅嗰班嘅人，其實係當時流行文化裏邊最頂級嘅人物嚟嘅，即係喺好多嘅。大眾娛樂嘅媒體裏邊，粵劇係最高峰嘅。即係簡單講咧，就係我認為佢哋擁有嘅文化資源同力量咧，其實係唔使俾面其他人嘅。係啊，因為中意點就點啊。因為喺我聽到嘅好多媒體，譬如電影啊、流行音樂嘅媒介裏邊咧，嗰班人係最強力嘅。
但佢哋都會受觀眾影響。係。有誒，同埋佢哋多妻嘅，即係例如好似馬思曾啊，呢一個薛覺先啊，其實就馬上要拍電影㗎啦。係。係啦，所以佢哋成日去上海嘅，嚇，仲要灌唱片啦。嗯。係啊。咁啊，當時嘅咁嘅影響點樣影響到市場上？譬如市場會唔會係一個好重大嘅力量，會令到譬如嗰個 performance 嘅模式，又或者係某啲獨特嘅一啲曲類會興起？係嚇，咁例如即係佢哋觀眾同時都會睇電影啊，所以你就影響咗咧，即係啲戲曲嘅劇本。所以粵劇嘅劇本去到呢個即係二三十三四十年代嘅時候咧，好多就係移植自呢個外國嘅電影嘅故事嘅。哦。咁與此同時咧，就係嗰個音樂方面嗰個嘅變化啦，因為已經開始有唱片啦、留聲機啦、麥啦呢啲嘢啦，咁都可以令到啲人咧就同喺個室外嗰個演出個做法好唔同。佢可能可以研探討一啲細緻啲嘅唱腔啊，仲有就有一啲嘅演員咧，佢唔係做戲嘅，佢係曲藝嘅所謂嚇，咁佢喺個酒樓裏邊唱啊，但係會動咗支麥啊，咁變咗佢嘅唱法咧，同一個做大戲嗰啲就唔係好同噶啦，係啊，即係呢個就好似類似會唔會好似嗰啲小曲嗰類咁樣就會隨住咁樣而興起。小曲嘅興起，我相信亦都同當時嘅時代曲嘅興起係有關嘅。即係例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啫。即係例如《毛毛雨》啊，呢個係最初興起嘅時代曲嘅一首即係喺國語嘅，用國語嚟唱。聽過個名字。嚇、嗯！咁嗰陣時又話係淫褻歌曲又成啊，咁啊即係被 ban 過嘅，其實係。咁呢個《毛毛雨》咧，我就見到咧喺四十年代嘅粵劇劇本咧，大量咁樣移植過去啦。佢就將佢填咗詞嚟到唱成呢個粵曲啦。咁因此當時例如今日可能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四季歌啊，呢啲咁樣嘅本來係一個國語時代曲咧，你見到四十年代嘅粵劇劇本係有大量嘅即係移植嘅，咁同時咧佢哋亦都要作好多新嘅小曲啦，嚇嚟到去吸引觀眾，因為觀眾已經唔滿足於淨係聽一個傳統嗰種嘅曲調。我即係陳教授乜都有啲圖片講到，即係當時有啲咁嘅趨勢係喺大眾媒介都見得到嘅嚇。係啊，尤其是喺呢個抗戰期間啊，真水真火搬上舞台。呢個澳門嘅報紙啦，嚇有啲爆破咁樣啊。係啊，咁呢個咧就係嫦娥奔月，你見到下邊係有寫六支小曲，而且佢咧就講話係中國五省嘅喎，即係話佢嚟自例如有啲係揚州調，有啲係乜乜調咁樣嚟到去吸引觀眾，但係個語言都係粵語嘅嚇。呢個大家咧我唔知道你識唔識邊個譚蘭卿啦，就一嚟睇翻粵語長片嘅時候，一個比較肥嘅一個女演員，我淨見到上面有電風扇。但係其實佢好紅嘅當時，非常紅嘅花旦嚟嘅嚇。呢個折虎殺家姑，你最中意啊？好啊，敢唔敢？我睇到折虎幾犀利啊！見到呢啲咁樣嘅都係標小曲，即係可見啲觀眾咧係需要呢啲咁樣，冇需要呢啲嘢啊，真係需要呢啲調節。代表大眾口味啫，冇錯，大眾口味。但係你見到正話，譬如嗰張圖都係有寫住係成以小曲為宣傳用語，為宣傳用語，或者一係就係個舞台要搞成點，係啦，就小曲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嘢。咁睇翻當時嘅報紙咧，原來啲粵曲演員咧唱慣咗幫往咧嚇，其實唔係好識唱小曲，咁要特登揾人教嘅，係。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可能好關心嘅，就係譬如話，當我哋睇到文化史，特別係一啲 popular culture 咧。你會發覺佢個轉變，除咗一啲可能佢內在自己嗰個藝術上嘅一啲變動之外，更加重要可能係個 market 個市場其實會主導咗好多嘅嘢。咁當然其實都有陣時要睇啲技術嘅，譬如好似我自己，因為我有玩一下吉他咧。咁譬如我哋見到嗰啲西方，譬如 rock and roll 出現，其實好重要就係六零年代，因為有啲大發明啦，譬如嗰個叫 effector 東西，即係令到個效果可以出現一啲 distortion 嗰啲破音咧，所以令到電吉他嗰個曲式係有好大嘅唔同。所以小曲都係一個好重要，就係可能市場嗰、那個嗰、那個考慮。同埋都要請教授，譬如幫忙同小曲。個分別喺邊度？同埋點解會因為個分別導致，譬如嗰啲嘅非常之出名嘅藝人都會發覺，咦，小曲好似搞唔掂喎，係啦。嗱，因為所謂幫往咧，即係幫子而往啊，即係或者係一個呢啲咧，都係喺清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廣東呢個地區演嘅戲曲啊，其實都唔係用粵語嘅，係用所謂戲台官話嘅。咁呢啲都係從其他地方移植過嚟嘅嘢。咁啊，二十年代一個最大嘅變化就係將呢啲外嚟嘅嘢咧粵語化。我同樣用一樣嘅格式，
但係咧，我用粵語嚟唱，咁嗰度其實有個技術嘅轉變嘅。咁嗰度嘅好處咧，對於唱者嚟講咧，就好大嘅發揮嚇，可以玩好多嘢。但係對於聽嘅人嚟講咧，可能你唔係真係好行家咧，你就唔一定係聽得入去嘅。另一方面咧，正如頭先講啦，因為新嘅娛樂嘅興起，新嘅歌曲嘅興起，國語時代曲，大家係中意咗嗰樣嘢。如果你粵曲出現翻呢一種嘅曲調，我諗係容易入耳啲嘅。正如你頭先一開始講，我都好似聽唔入喎，又尖音又剩啊咁樣嚇。咁呢度其實有個好長嘅歷史可以講，係啊。係咁樣，你可以見到就係作歌幫王到小曲，其中一樣嘢，你問我咧就好緊要嘅咧，就係喂嗰啲嘅人啊，有陣時啊，中意嗰樣嘢上嚟咧，就唔止係夠唔夠聽一次，可以晚晚聽，經常嚟聽。成日都嚟聽，咁所以咧，你正話講到行家聽咩咧，可能聽一樣嘢，就係聽咩咧，就係話佢每晚唱嗰個唱法會唔同，佢嗰個表演會唔同。其實你問我咧，就有啲似可能聽 live band jazz 咁樣嘅，係佢 jazz 係似嘅，係佢嘅即興係咩回事？佢個表演係咩回事？佢有冇自己嘅風格？冇錯，其實都係好重要。你冇如果佢個即係風格係被移除，淨係一定有個死板板嘅譜咧，又確實係真係有少少單調嘅。唔係，但我要留意啊，陳教授一個重點啊，就係粵曲其實由可能係唱官話，但係就變成唱用粵語唱官話，再變成粵語本身自己嘅粵劇。咁呢樣嘢係一個好重要嘅粵語發展過程。冇錯。係啊，所以即係粵語都有佢即係非常之繁華嘅時代。